到底是我杀的。他那晚之所以出现在御书房，是想要蛊惑老皇帝，说会把你驱逐出京的圣旨。他后悔了，这三年他一直都在为你祈福。虽然我很不想承认，但是事实就是如此。雪儿被我伤透的那颗心落在了你的身上。我已经穷途末路了，我把这些告诉你只是想你待他好。雪儿元气大伤，腹中妖胎难堕，需要人血供养，否则命不久矣。你说什么？他又不喜杀生，厌恶人血，这段时间喝的都是我的血。你是想让我用我的血继续养他？季恒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不会杀了他？看着我时，这双眼里满是嫉恨。我哪能得知他对你跟的真情是一模一样？姐，我可以死，我只求你护雪儿平安无忧。求？好啊，那就拿出点求人的诚意。三哥，你说过，只要我嫁给你，你就放过姬恒。不迟，娇儿第一回做新娘，为夫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呢。到时你可别太惊讶。